今天早晨的这一堂，我们要来到第四篇的信息。我们是不是请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宣读第四篇的篇题？为着正确召会生活的正确祷告生活，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用灵也带着传书，向着你旁边的姊妹们同宣读这个篇题。为着正确召会生活的正确祷告生活，这一篇的负担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祷告的生活。我们可以说这一篇的篇题跟第一大点主要就是从提前第三篇的生命读经。那我们知道提摩太的第一章，前书第一章，保罗在那里对于正确的召会生活有立定一个美好的根基。我们第一篇信息看见在提前一章的三节四节，保罗留提摩太在以弗所嘱咐他说，教导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可见今天我们要在召会生活的生活和侍奉，关键在于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就是要按着神经纶的意象来生活并侍奉。这就是我们第一篇信息的负担。然后到了提前一章的十一节，神的经纶在于他的分次，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他的分次，我们就要观看并反照。 Amen。 所以就可称颂之神荣耀的福音。姊妹们，我们回去就要把那个我们所享受的基督给照耀出去。到了十五节跟十六节，保罗在那里说啊，他是一个罪魁，但是因着神的怜悯， Amen， 他要把这个罪魁做成与他一同同得永远生命之人的榜样。所以我们有第七篇会来看关于保罗他的榜样。然后到了第十一章的十八节，保罗在那里嘱咐提摩太要在为那里为什么呢？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可以说啊，保罗在提前一章为着召会生活立定要一个美好的基础。但是到了第二章，二章一共有十八节，分成两段，一到七节是说到他愿意万人得救，到了八到十五节是说到在召会生活当中有一种正常的召会生活。但他在这两段的这个第一节跟第八节都说到一件非常关键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需要祷告。我要请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前面的引经，我们读第一节跟第八节。来，我们一起读第一节。所以我劝你，第一是要为万人祈求祷告。第八节，在这两节经节当中都说到我们需要祷告。特别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所以我劝你，第一， Amen， 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吗？这个负担就是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在这信息当中，弟兄就说他自己也蒙光照，Amen， 他也释放话语，他也在召会中服事，但是他并没有把祷告当作是第一。亲爱姊妹们，我相信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召会生活是甜美的，是喜乐的，对不对？是蛮有活力的，是蛮有行动力的。但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常常会有许多的感觉，哎，为什么是这样的带领？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盼望弟兄姊妹，当姊妹们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盼望你能够领受这一篇信息的负担。你需要为着这个光景起来有祷告。祷告就是你那个感觉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你那个感觉是你自己的感觉？第二，你要有正确正常喜乐的召会生活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正确祷告的生活。 Amen。 所以当我们对我们的召会生活有一种情形不满意的时候，说出我们需要起来为此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纲要，我们一同宣读第一大点。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安宁的生活。
救主的面前。好，第一宗眼保罗就说到神的经纶，他嘱咐提摩太要为神的经纶打那美好的仗，以后他就指明祷告的指示。所以这个第一章我们刚刚说保罗立定了美好根基之后，到了第二章他就嘱咐提摩太他需要有祷告的指示。所以后说祷告的指示乃是照地方教会行政和牧养的先决条件。盼望姊妹们把这个先决条件圈起来，要有正确的教会生活吗？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Amen。 需要有祷告的指示。弟兄说啊，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长老们要成为祷告的长老， Amen。 同工们要成为祷告的同工，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教会，我们要一同有份这个祷告的职事， Amen。 所以这是地方教会行政和牧养的先决条件。第二重点说，今天在主的恢复里要有正确教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Amen， 要有什么？要有祷告的生活。正确的召会乃是祷告的召会，所有在主会复礼的人都必须多多祷告，并抵挡不祷告的罪。在下面已经撒上十二章二十三节，这个撒母就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在他的感觉里面，不只是祷告，他乃是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所以他还说，不是不祷告是罪，而是不为你们祷告乃是罪。是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有祷告的生活，但我们有没有为人祷告呢？为神的子民祷告呢？为你排里、为你区里、为你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呢？哎，可能今天现在坐在你旁边是你最熟悉的，你们有没有彼此代祷呢？哎，不祷告，不为人祷告，在神面前乃是得罪耶和华。好，第三重点就是说，召会中的长老必须接受保罗的嘱咐，第一要祷告，在众召会中领头的人必须有祷告的生活。我们若操练自己有祷告的生活，召会就会活泼且拔高。这里啊 Amen， 是召会中的长老，也是领头的人。姊妹们要把这个话呢变成召会中的姊妹们，我们要受嘱咐，第一要怎么样啊？ Amen， 第一要祷告。你要渴慕你的召会要活泼吗？要拔高吗？要怎么样啊？要祷告。所以啊，我们就要起来成为今天的提摩太，就是受这话的嘱咐，我们要率先祷告。姊妹们，我们要起来祷告。召会中的领头人，当他们领头祷告的时候，别人就能够跟随。那姊妹们呢？ Amen， 我们可能不是在那里领头祷告，我们不是说那一个件事的负担而已，我们实际就在那里祷告。当看到一个需要，看到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在那里就起来祷告呢？待会会说到，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谈论啊化作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一些消极的感觉摆成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起来率先祷告， Amen， 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第四就说，我们不该说这么多，甚至不该做那么多，乃该更多祷告。我们为一件事透彻祷告以后，才可以为这事做决定，并非摊平我们自己，乃是与主是一，并照着他的引导而做决定。这里的负担就是特别我们可能许多是我们比较老练的姊妹们，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情形跟需要，我们很自然的就摆上，自然就配上，甚至看到软弱退后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去看望，需要去喂养，需要去关心这都是很好的。但在这里的负担就是，当我们要在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有没有祷告呢？我们需要先为着这个情形，为着个人的光景，我们需要先有祷告。我们祷告完，在主的引导当中，我们再做。可能我们只是一个祷告完，主没有要我们马上去看望，
主要我们等一等。当我们若不愿意，或者是马上就做了，弟兄说我们可能就是僭越神，我们可能是任意妄为，我们可能自己当作我们是神，因为神没有要我们做，但我们却照着我们的习惯，照着我们的经验就做了。所以这里的负担就是我们要有许多的祷告，我们祷告完才做决定，这样就在我们的这个侍奉这个配搭上，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与主是一，我们能够是照着神的引导来做决定。来，第五中点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能代求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许多的人，我们关心人的情形，知道他们的情光景，我们能够为他们代祷。但这有两件，一个是我们个人自己需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才能够清楚我们如何为人代求，我们是在神的心意神的祷告当中来为人祷告。第二面，我们心上也要满有人，我们才能够知道关心人的情形。所以啊，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人的身上，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人的情形呢？我们需要听人说出他的情形，我们甚至要观察他的一些的情形，我们才能够知道人的光景，为他们代祷。好，第六重点我来读，他说最近我的活动暂时受限制，使我能休息并顾到我的健康，我听见某些需要就为这些需要祷告，可能主限制我，使我对祷告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愿我们都学习这功课，要有美好教会生活的路乃是祷告，这是要紧的。我们的谈话若转为祷告，我们所在的地方所在地的教会就会变化。这是引用自己做的见证，一段时间主把他摆在的光景他无法禁止，但是他知道这是主要他停下他的工作转为祷告，为着那个情形祷告，为着那个需要祷告。弟兄在这个信息就说，三年的疫情我们没有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要祷告。我们无法来到一起聚集，弟兄们无法飞来飞去为我们进话语的职分，但是啊，有没有学到功课？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呢。之前我有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服事， Amen， 那个是一个受限制的国家，我们在房间里面或者在屋子里面有训练会被公安扣门， Amen， 会来抓。然后呢，外面传福音也是很受限制，到一个地步我们发觉主啊，我们真是不能做什么，因为真的无法做什么。所以我们记得那段时间呢，每天早上我们就四个人都跪在主的面前，每天祷告祷告再祷告。这段时间我调动搬到一个新的会所，这个负责弟兄就告诉我说，从这个去年的年底到今年，这个会所搬离开了51位圣徒，都是正常聚集甚至一同配搭的圣徒。这个负责弟兄里面很有感觉，但是他不知道能做什么。所以啊，经过这个全台弟兄这个侍奉聚会之后，他就或者我们就同样有一个负担，就是主把我们摆在这个情形里，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每天1到57:30到8:00，就几位弟兄们，我们就在线上有守望祷告。姊妹们，你有没有你的祷告同伴呢？你有没有建立有守望祷告的负担呢？主会把我们摆在这个情形里，他说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你要美好教会生活吗？你需要祷告。姊妹们，我们像这里说的，将我们的谈话转为祷告，将我们的谈话转为祷告，我们所在的教会就会有变化。好，第七重点说，我们该为万人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神愿望需要我们的祷告使其实现， Amen。 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如何达到实现这件事呢？需要我们起来祷告，
Amen。 我们进祷告的姿势，我们有正确祷告的生活。好，第八重点说，我越南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虔圣的手随处祷告。举起虔圣的手随处祷告，不止随处随时，还要随处祷告。所以这有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说，这个虔圣的手是表征我们有一个虔圣的生活。第二个小点就说到，我们的祷告需要一个支持的力量，这个支持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过一种虔圣的生活。弟兄在信里说，在雅各书的第五章那里说到，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雅各书的五章十六节说到，义人的祈求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紧接着他就讲到了以利亚的祷告，他求神三年零六个月就不下雨，所以他是在那里恒切的祷告。在那里就一个注解，姊妹们可以去看一下，什么是恒切的祷告呢？就是在祷告中祷告，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祷告中祷告。注解继续说啊，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会着什么呢？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愿，甚至我们的情绪祷告，甚至我们是会为着那个环境来祷告。我们若只看以赛亚的祷告，他说要那里不降雨，我们可能以为他是在环境里面的祷告，但是我们从这个王上十八章就看见，在加密上上那个试验当中，以利亚能够说他的祷告是在神赐给他的祷告中来祷告。 Amen。 是他在神的心意当中来祷告。亲爱姊妹们，我们可不可以是我们的祷告是在神的祷告中祷告呢？ Amen。 我们能够说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心意的发表呢？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环境来祷告，我们是要在神的心意中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就是这里说义人的祷告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义人就是因为我们过一个虔诚的生活， Amen。 就是我们在那里停留在神面前， Amen。 接受他的注入分赐，进到他的心意里。是的，我们有环境，我们有为难，我们需要为人祷代求，但是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环境，不是为了那个为难，我们是要为着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求神在我们的祷告中引导我们该如何祷告，这样我们的祷告就有一个支持的力量。第三小点就说到，愤怒和争论都是在我们的心思中。所以第四小点说，我们要有祷告的生活吗？我们需要心思情感就需要归律到正常的情况，受我们灵中那灵的管制。所以我们要这个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而活，就像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受其管制中，我们需要受那灵的管制。这就是第一大点。我们进到第二大点，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大点。长老们要被神的指示所灌注，以照料召会。这里说到我们要来读胸牌上的宝石，所以我们要第二大点要从胸牌来看，我们祷告非常的重要。他说到我们需要有多而彻底的祷告，好进入读圣徒的实际里。如果姊妹们去读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讲到这个祭司的衣服，他有内袍外袍，也说到了以弗德，还有说到就是胸牌。Amen。 我们知道以弗德呢，就是预表这位基督，在他的神性人性当中，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那个神圣的属性。然后呢，之后就有胸牌，这个胸牌十二个宝石当中刻着以色列十二子民的名字。所以啊，这个胸牌就是一个建造起来的实体，所以我们可以说胸牌就是预表召会。然后呢，还有金环，还有那个细麻捻的线，也就是说借着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托住了这个召会。所以我们所以说召会是在他神圣人性的顾惜，神性的喂养当中。那你知道啊，这个在出埃及这一段话里面说到，神向神子民的说话往前了。在旧约里面，神是向亚伯拉罕、向摩西单独向他们显现并说话。
但是啊，神的呼召从一个人往前到是一个家，甚至是一个国。因此当他到一个国的时候，神的说话就需要像这个团体子民的说话。那如何说话呢？就是借着这里所说到的胸牌。所以这个胸牌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28章29节，他就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带在胸前。所以这个胸牌成了决断的胸牌。我们知道神有律法，然后还有典章，要带进决断。决断就是神的说话以及神的引导。所以啊，神向着他团体的子民，那个说话引导的方式就要借着胸牌。因为在那一刻的以色列十二子民的名字，那里就有属天的字母。神借着这个字母的按下来，就向神的子民来说话。那你要知道，这个每一个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代表神的子民，所以在这个30节就说到，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胸牌带在胸前。可见啊，大祭司要进到神面前，就要带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是背负以色列所有的子民。然后呢，借着这里说到的乌灵和土民，这里第一重点就说到乌灵和土民放在胸牌里，胸牌就不仅是为纪念，也成为决断的胸牌。乌灵就是一个照明，你看第一重点，第一小点说乌灵就是光，就是照明物。所以啊，他是将乌灵放在这个胸牌下面，那个光就在那里照耀。每一个宝石上面有以色列子民的名字，就是字母。 Amen。 所以借着照耀就照耀这个以色列人子民的情形。但是当这个照耀按下来的时候，就说出神要借着这个每一个的这个宝石或者每一个字母在那里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当以色列攻打爱城的失败，如何知道是亚干呢？就是借着这个胸牌的按下来，他借此能够找出是亚干。这就是神借着胸牌来向他子民说话。所以 A 点就说乌灵是一种照明物，安在胸牌里的十二宝石之下，它能装油以供燃烧，而用以燃烧的油的火是从祭坛来的。所以你要有胸牌，要乌灵吗？你需要有油，你还需要有火。油表征就是纳灵，火就是祭坛，表示啊，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被炼净，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满有那油。好，B 点就说乌灵有十二个照明物，每一个照亮胸牌上十二块透明宝石中的一块，使宝石能发出光来。C 乌灵预表基督做光，就是照明者，借着那灵油和十字架来自祭坛的火而照耀。这就是神向他子民说话的路，借着乌灵的照耀。什么时候暗淡下来？就是神的说话。所以我们知道灵前 Amen， 保罗在那里对付以色列人啊，这个神，这个以色列那个以佛以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十一大难处的时候，他就是看到那个难处，但是他在对付难处的时候，反而是供应，积极的供应这个基督的丰富。 Amen。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有难处的时候，你所照顾牧羊的子民有难处的时候，就说出 Amen， 他有一个需要，你要为他祷告。那我就觉得姊妹们，我们有多少代祷的名单呢？你看刚刚讲的第一，要为万人祈求。如果我们今天祷告只有三个 Amen， 每天祷告这三个，你会一直看到就只有这三个人。但是你看祭司是背负着以色列所有子民的名字来到神的面前，盼望我们要许多祷告的名单 Amen， 为人的祷告，我们才能够 Amen， 在那里读圣徒实际的光景。好，第二小点就说土民就是成全者，也是完成者。因为啊，这个胸牌十二块宝石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其中只包含了希伯来22个字母当中的18个，其余的4个字母就写在土民上。因此土民就是这个完成者，或者是完全者。翻过来 B， 他就说借着乌灵照亮个别的宝石，
也借着一些宝石变暗，全部22个字母就可以拼出单字或句子。 C， 土明预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他就是这个属灵的字母，为着书写，也为着完成。 D， 乌灵和土明一起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人，是神的见证，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好，一给我们一起读一下。在新约，乌灵和土明的实际乃是调和的灵，就是神揭示的灵，圣灵内住于我们接受的灵，我们重生之人的灵。旧约是借着胸牌乌灵土明，神在他子民说话，今天神的说话就是借着调和的灵。所以姊妹们，我们需要更多操练我们的灵，那灵同我们的灵在那里说也见证。我们借着操练灵在神面前的祷告，背负了神的子民，我们就能够借此知道神的说话，也能够借此读圣徒们的光景。我们请弟兄。好，这一篇非常重要啊。那开头的时候弟兄有点这个主题啊，是为着正确召回生活的正确祷告生活。那什么是这里所说的正确召回生活呢？其实就是照着提前第一章召回该活在神信仰的经纶里，也就是神对召回的经纶里啊。如果我们有这个按照神对召回的经纶生活侍奉，那我们的召回生活就叫做正确的召回生活。那从这个提前一章啊，你也可以看见保罗就是接受这个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然后呢他成为一个反照的人，他天天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主啊，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圣经上说啊，从荣耀到荣耀啊，他天天都被这个神圣荣耀的光照啊，荣耀到荣耀，然后呢如同从主的灵变化成的，也就是他渐渐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基督就是神的像，那人呢看他呢啊，因着他反照主的荣光啊，所以人就看见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神的荣耀。我常常和人家讲一个比喻啊，很简单啊。如果你每天早晨来看主，这个代表主，你的脸啊像镜子来观看主，你反照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吗？他是这样，你看他，你是镜子看他，那你反照的是什么？你就这样。那人看到你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主。这就是灵后四章啊，那吩咐光，那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啊。圣经上说为着要光照人，使人看见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神的荣耀。明明人看的是你的面啊，但是你的面是镜子看主啊，你的面反照的岂不就是主吗？所以人看见的是什么呢？人看见的是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神的荣耀。这就是神对召回的经纶，这就是正确的召回生活。正确的召回生活就是接受神光照的生活，正确的召回生活也是反照光的生活。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就是活在神对召回的经纶里，这叫做正确的召回生活。后面说啊，正确的祷告生活，那当然这里啊是引用提前第二章说你第一要留意的是祷告。当然讲到这个我们都需要蒙光照啊，我们呢没有人第一的是这个，我们第一都很多啊，做工啊啊，这个那个交通啊啊，这个那个，但是我们没有看重像保罗所说的你第一要注意的是祷告。那我们这个偏题啊，它不仅讲祷告啊，他是在讲正确的祷告生活啊。当然这就需要过一种生活了，
但是这种生活啊，是正确的祷告生活。那弟兄们就引到第二大点，这个第二大点给你看见了。这个这次是因为是长老训练嘛，所以它内容啊，对长老们所说的那个正确的祷告生活啊，这个第二大点说，长老们要被神的指示所灌注以照料教会，就必须要有多而彻底的祷告，好进入读圣徒的实际。好，这个正确的祷告生活，你如果从这第二大点看呢、啊，就是要有读圣徒实际的那个祷告的生活。你不光是祷告，你要会读出啊圣徒的光景，读出神的引导，读出啊神要在召会中做什么，你要根据神的引导来照料召会。哇，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祷告祷告而已了啊，这叫做读圣徒。你要读圣徒啊，你要就要留意了，在旧约有一幅的图画，就是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他要穿以弗德的，而这个以弗德啊，是这个是要有胸牌戴在前面的啊，以弗德像背心一样，这个要有胸牌，那胸牌是十二块宝石啊，镶嵌在这个金框里，然后呢，这个胸牌啊，每一个胸牌，每一块宝石都是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十二个就十二个支派名字，那一共就是有希伯来字母的22个字母当中的18个，还缺少4个，那就需要有土名，土名就是完成者，就是啊补足的完全的。好，那这样就会22个字母都在了。那还要有乌灵，乌灵呢就是一个发光物啊，是需要有油，需要有火。我们今天呢这个预测不出来这个什么个样子啊，我到了以色列地啊，看到了进到那个他们研究圣殿重建之后他们要穿的以弗德啊，我也在那里问他们那些解说的人，这到底怎么发光啊？那个人他们讲不清楚啊，我也不晓得当时是什么个故事。但是啊，研究的人，我们这里是用李弟兄是用一个 David Barron 这个人啊，他的研究结果就是啊，是背后是有一个要装油的地方，还要有火。那我常常这边有火怎么办呢？我也不太懂啊。然后呢，这个圣灵就会工作啊。当你带着这个胸牌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啊，它像打字机啊，这个会这个字母就打出来了。那我们也不晓得当初怎么打啊。坦白讲，我不懂。但是啊，这个的的确确啊，是带着这个胸牌。到神面前，神的引导就出来了。亚干的势力啊，亚干娶了这个当灭之物啊，所以神的子民战争就失败嘛。后来这个祭司就带着胸牌啊到神面前去，然后就慢慢找啊，是哪个支派哪一个后裔啊，最后就找到亚干啊，就找到他了。好，这就是寻求神的引导，这是一个事例啊。那今天作为啊召会负责弟兄的，那就需要学习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生活，不是长老们要祷告而已啊，也不是长老们要建立祷告生活而已，要建立一个正确祷告生活，就是读圣徒的啊祷告生活。这个我看了，我们是非常的缺啊。那今天是姊妹成全聚会，那读这个干嘛呢？啊，那这个我们要引申多说一点啊，姊妹们也有领头的啊，这个也有啊，相对生命成熟的，我们也都是需要啊，带着圣徒们来到主面前啊。你再年幼一点的话，或者说你好不容易今天早上我们就
看见有几个姊妹，是不是？八月才受浸啊，八月才受浸呢、啊，很可能呢、啊，这个你就开始会牧养人了啊，你会带人得救，你带人得救，你就开始学习喂养他，你也要学习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我们大家都学习，把我们所照顾的人、照顾的区、照顾的会所、照顾的召会带到神面前，以全地来说啊，这个全地啊，这个在尽职的相调的同工们，把全地众召会带到神面前，哎，他会有引导的。我顺便告诉大家啊，这次的信息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讲这个？那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个相调的同工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啊，因为他要到菲律宾去讲。菲律宾呢、啊，最近啊，这几年呢、啊，这个有一些的情形，那就是那个有一点那个情形呢、啊，弟兄们就有点感觉要讲这次的信息，要讲这次的信息。其实在这个信息的过程中，我们有几位弟兄也陪着这个，姑且说啊，出难处的地方啊，它不是一两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区域里头啊，有一些的难处。那我们呢也约他们有一点的交通。那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弟兄们甚至一年七次特会训练要讲什么题目，要讲什么内容，都是去寻求的。不是随便你弟哎，这个好久没讲了，现在拿出来讲一讲。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啊，他是这个每讲一个都是来应付当时的情形。其实这几十年呢、就是一直应付当时的情形，所以召会就一直被引导、被带领、被带领、被带领，一直走到正确的情形中。那这其实已经从前面弟兄们已经就我们就要学习一件事了。同样在我们小到我们所在的召会、我们所在的会所、我们所在的区、我们所在的小牌，甚至我们所在的活力牌，或者你所照顾的一两个、两三个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生活。这个正确的祷告生活不是求你的家到底怎样，你的孩子怎样啊，你的先生、你的工作怎样怎样，你是要顾到你所关心的人的属灵幸福。其实啊，肉身的幸福啊，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差，都是虚空的虚空，你怎么走都是空，是不是呢？那要关心的是人的属灵幸福，那你就要学得会读，他现在到底有没有心追求，他现在是不是爱世界，他现在是不是活在个性里、活在自己里、活在老旧的天然里，他是不是一直不长进。那我们不能过召会生活啊，常常看，哎呀，这个姊妹那个，哎，你也不为他祷告，你都看到了，你也不为他祷告，只会说他，你不会为他祷告，是不是呢？啊，这个我们是需要进步的。这一次我再说，正确的祷告生活就是读圣徒的祷告生活，就是带着胸牌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生活。大家阿们吧。如果你开始建立这个，就开始上路了啊！不要听，光听祷告很重要啊。但是呢，你光听祷告还不够，我们这次要讲正确的祷告生活，就是要如同大祭司带着胸牌，胸牌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带着神的子民。其实两个肩啊，各背负啊六个支派，等于啊肩负着、胸怀着啊神的子民，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这样的召会生活就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正确的祷告生活。第二重点，按照旧约，乌灵和土民加到胸牌上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向他们指明他的引导，因此我们可以说决断的胸牌乃是引导的胸牌。第三，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就必须审判凡出于肉体己救人和世界的一切，这是引申的讲啊。我们从罗马第八章十四节那里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里说神的引导，
那你有没有留意从一章到十三章是在讲啊，对付肉体，对付天然，对付旧人，对付你的己啊。这个譬如说一开头就是说这个生命之灵的律是释放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看有罪有死被脱离，对不对呢？然后呢到了第四节说啊，这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那些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那里有说对付到肉体。譬如说到我们刚刚讲14节是神的灵引导嘛，13节都说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就必活着。那你说致使身体的行为不是致使身体的恶行哦，是这身体的行为哦。什么叫身体行为？你每一天都是生活身体的行为，你这样也是身体的行为，我讲话也是身体的行为。那为什么说靠着灵致使你身体的行为？因为你的身体的行为就是你的天然嘛，身体的行为就是你的旧人，身体的行为就是你的己嘛。这个肉体是另一件事，罪是另外一件事，你身体的行为又是另一件事。你要靠着灵致使身体的行为，才讲到底下，那被神的灵引导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要让神的灵引导，你必须审判啊，凡是出于肉体己、旧人和世界的一切。好，分点后说，神乃是借着胸牌说话，做他的引导，这表征神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在这里我顺便要提一下哈，其实讲到胸牌，主的仆人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发表啊，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胸牌预表召会，你有没有想到胸牌本身就胸牌就是预表召会。他还有这个发表，他说啊，这个胸牌是关于召会最细致的启示，非常独特的启示啊。这个胸牌本身，因为胸牌嘛，神十二个子民嘛，然后又镶在同一个这个胸牌里头，十块宝石镶在同一个宝石里头啊，这里头的故事啊，它就可以代表就是召会了。那而且呢，主的仆人有这样发表，他说我们如果不认识召会，就不会认识什么是神的引导。神乃是借着召会，凭着召会，并同着召会启示我们该做什么。召会就是神的引导，因为召会担负着神圣的字母，使人认识他的引导啊。所以我的刚刚第三的终点的分点后就说，神乃是借着胸牌说话作为他的引导，这表征什么呢？神借着召会啊，你胸牌就是那个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第四，表明神引导的决断胸牌功能，就像属天的神圣属灵的打字机一样，神借着带有乌灵和土民的胸牌来说话的方式，与我们期待的正好相反。我们是认为神是借着发亮的宝石说话，不，神是借着暗的宝石说话啊！念给大家听。第一，神不是借着发光的宝石说话，而是借着变暗的宝石说话。这意思是，神是借着消极的光景说话，因为主凭着决断的胸牌的说话是借着消极的光景，这样的说话就是一种决断。所以看见消极的情形了，其实你要留意神要说话。如果你看见消极的情形，神要借着你来说神的话。到底神要借着你说什么话呢？需要你去寻求引导。念到哪里了？第二，按照正常的情形来说，胸牌里的十二块宝石都是在乌灵的照耀之下，忽然间刻着某个名字的宝石变暗了，这块宝石变暗就是神及时的说话。 A 点，保罗的书信以及主耶稣给亚细亚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写的。这些书信不是根据召会里积极的事情写的，
而是根据召会消极的光景写的。再举例 B， 保罗照着他对哥林多消极的光景所读出来的写了哥林多前书，虽然他的著作是基于消极的情形事情，但在这封书信里他却把积极的东西，基督的丰富服侍给了召会。哇，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启示啊，这个基督超过二十余项的丰富啊，在第一章他说到基督是众圣徒的份，他说到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也说到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那第二章说到他是荣耀的主，也说到他是神的圣奥之士。第三章他又说到他是神建造的唯一根基。第五章说到他是逾越节，又说到他是无酵饼。第十章说到他是灵石、灵水、灵磐石。第十二章说他是头，他又是身体。然后十五章说到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二个人，他又是幕后的亚当，他又是赐生命的灵。二十项我都背起来了，哈利路亚。这个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消极的光景里，他却说了基督非常包罗万有的丰富啊，这个就是他有打字机啊，把基督的丰富供应给消极的召会。七点，哥林多的圣徒成了保罗写信时用属灵打字机的字母，同样在一个地方的召会里，领头的人必须读出圣徒真实的光景情形的光景来寻求主的引导。今天基督徒中间的难处因着有太多的黑暗，神就无法来铺路黑暗，意思说大家都是暗的没有灯那他也不用变暗了，全部暗这个也没有人能读出这个主的说话哦，主耶稣啊，要显明黑暗，首先就必须要有光的照耀。神是借着在光的照耀中一些变为消极的事来说话。一，我们这样来读消极的光景，就晓得神的引导、神的决断。然后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就会晓得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要跟随他的引导。好，第五，胸牌就是身体生活的建造啊，这句话请大家要画起来啊，胸牌就是身体生活的建造。所以为了这个，鼓励姊妹们，你们要参加祷告聚会哦。常常大家想，哎，我来不来其实没有差，不是没有差，很有差。这个胸牌就是祷告生活的身体生活的建造，也是我们知道神对他指明旨意的凭借。借着多而彻底的祷告，我们得以经历胸牌的实际，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主的判断，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我们会认识主的道路，然后全召会就能按照主的判断往前去。你看，这都是比较深的经历，都不是指着一般性啊个人生活的日常生活的引导，是指着主对召会的引导，主在他身体生活中的引导。第六，长老不仅要有圣经，还要有圣灵，必要有众弟兄姊妹做字母。这意思是他们需要把弟兄姊妹怀揣到神面前，在神面前读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光景，这样长老聚会就成了全召会的守望台，长老就可以知道在召会生活中神要他们怎么做，以及神当前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怜悯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现在每一天早晨长老们带着区负责大概有十几位的弟兄们每天半小时就是到主面前去，我们一同现在借着这个 LINE 很方便了，我们就天天祷告啊，一直持续往前求神怜悯啊。第三大点，领头的人，那些在召会中服侍话语的人，领头该领头有祷告的生活，他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第一，召会是否活泼新鲜丰富在于这一件事，我们不断被纳灵充满，我们要不断被纳灵充满，就是要乐意倒空并祷告的人。二，建造召会的尊贵工作所要的智慧、悟性、知识和技巧，必须是对我们成了纳灵的神自己，唯有神的灵才能借我们建造他自己的居所。长老们缺少祷告，所以缺少纳灵，乃是当我们在祷告中，在主内在同在的光照下完全被定罪时，我们对于环境、对于人、对于召会才能得到主的智慧和真正的领会。
如果各教会里的众圣徒都能够坚定持续的祷告，主的恢复就会大大得着丰富并拔高。不仅如此，众圣徒也会享受主，享受主的同在和他及时并长时的膏油涂抹，他们会终日享受主的笑脸，基督活的人位会成为他们的经历和享受。我读完了啊，这篇信息啊实在是丰富啊，那个我们往前啊再看看做什么啊。